大家好，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每日一聊，聊聊这边的奇闻异事。今天呢，咱们聊个回流的话题。所以说回流，从你现在工作、学习、居住的地方返回原来生活居住的地方，这叫回流。这个回流呢，主要是两大群体，一个群体呢就是留学生持工作签证的这一批人，一个呢就是技术移民或者投资移民，他们在这儿已经经过几十年的打拼，各方面全稳定了。但是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啊，他又想回流，这是一部分人。这两块咱们分开了讲。今天呢，我就着重讲讲在这生活几十年的这些人，他们回流是什么原因。其实这个回流话题，就20多年前我来经常听到这种话题。最近的网友也经常问我，听说加拿大很多人都回来了啊，说那儿生存不下去了。其实这个，说的没错，确实有。根据这个加拿大的政府的数据统计呢，1982年到2017年这个35年当中，有5.1%的登陆5年之内的移民走了，20年以内回流的人是17.5%，也就是说，5年之内回流的是5.1%。20年以内呢，回流的17.5%，这个是因为人家官方统计的数字。你来移民居住了3年以上，你才可以申请入籍。那就为什么设定3年？他3年呢，他就基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、工作、气候、环境、人文等等的，3年之内差不多都适应了。当然，咱们指的是年轻人。比如说技术移民这一块儿，都是30岁左右、40岁左右正打之年的这些人啊。中国有一句话不是叫"三十而立"嘛？到30岁左右的时候，你如果你还是没有什么起色的话，那就比较难了。但是这个年龄段，你到一个新的环境下，那你肯定要从头再来。每个人都一样，你不管你的学历啊、你的业务啊、你各方面都非常强大，你到这儿来，你也要从头来。你再熟悉你的专业，你换了一个公司、换了一个部门，或者换了一个地方，尤其这是换了一个国家，语言、环境、文化什么都不一样的时候，那你再熟悉，你也得有一个适应过程。但是有的人呢，他适应的短，有的人适应长，可能因为花几年的时间，他还适应不了；有的人呢，几个月就适应，这都是在自己。政府呢，就根据这个的适应时间段给你一个3年。到这个年龄段，30-40岁，在中国事业都有小有成绩了啊，不管是管理者呀，是技术骨干，他都有一定的能力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到这个新地方，说心里话，你要过这心里这关。我刚来也是有点这样，原来是指挥人家吧，这里呢要求你要有当地的工作经验。那你又没有当地的学历，其他国家学历他又不承认，那你只有重新做起。我遇到很多的，比如医生啊、工程师啊，那些什么 IBM 的工程师，到这儿来就是刷碗，没办法，搞卫生，找一些 labor 工，到工厂去，打工去。刚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碰见那个人，他说，我说你在哪上班？他说在机场，我还挺好哦。就是咱们那个飞机的机场，我说不错不错，你刚来2星期你就找这工作，最后一说什么？就是咱们吃的那个鸡的机场，到那儿上流水线去，在那儿在一大冷库里头，他们把那碱啊、粪渣啊，反正就说这种，他跟我讲，那你当然很辛苦，他过去是工程师，那现在就干这个，这种情况是这个数不胜数的很多很多啊。这些人他经过摸爬滚打，基本都稳定了。该回去的，该走，早走了。比如说，待个一两年、两三年，有的实在适应不了的，就走了。这个是比比皆是，能留下来的啊，都能在这儿生存的。这些人年龄大以后，他为什么还要想回去？其实这才是问题的所在。他为什么要回去？我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经历的几种人。大家呢就大概有一个基本判断了。我下面说的都是我经历的啊，甚至是我的朋友。我20多年前在多伦多刚来的时候认识一个，而且他也是北京的 IBM 这个电脑公司的高级工程师。他到这来以后，没有当地的学历和没有当地的工作经验，为了生存嘛，就到工厂去打工。
到餐厅去打工，没有再去上学。当时电脑的市场是非常好的，在99年、2000年那时候，基本的来的人大家都学个电脑啊，学几个月，那我跟上岗证有中介一给你介绍就上班了，特别方便。但是他没有去学习去，结果晃了一年多两年，等于意识到的时候晚了。他说我们当时原来在国内学的那些东西，原来设想的未来要发展的东西，就是电脑这一块，人现在都实现了，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人都实现了。他说我在学已经晚了，已经隔代了。所以当时他也很痛苦，因为我们俩很熟，经常是聊天啊，我也去他的打工的地儿去看，那很辛苦，你就是labor工。最后呢，经过几年摸爬滚打，最后还是又走了，就回国了。而且他回国一段时间又回来，回来以后呢还到温莎来找过我，跟他我们也有个交流，最后一会他也回去了。还有一个是医生，我忘记他是哪个城市的了，刚来的时候呢他就到工厂打工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再学这个专业，他说我达不到这个水平了。那个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，是有专业，但是你要重新在这要去上学，而且这上学最少要5年到8年的时间，班人是吃不消的。最后有呢几年以后我听别人说他也回去了，认识一个广东人，他呢是通过结婚来的。这个人我认识他已经50多点了吧，他广东人嘛，家里人给他爱人担保，他爱人过来，然后他爱人又给他担保，最后过来了。英语呢基本不会，然后就在这个工厂就做工。他明确的说只要我退休我就回去。他有俩孩子，一男孩一女孩，在这儿出生的，在这儿上大学，现在都工作什么的，生活都很好，但是他就一直想回去。我能理解他的心情，在工作当中也不顺心，因为你不会外语，你肯定有些东西你是不顺心的。长时间呢他心里我觉得他是有压抑的。还有一个呢医生，他原来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，然后到这儿来以后呢他就跟着上学了。这岁数跟我差不多，20多年前来了以后跟着就上学，学了6年吧，好像是6年7年我忘了，最后当专科医生。那我们俩也聊过，我说你回去吗，他说回去干嘛去，不想回去。还有一个呢我们这街坊就90岁左右的夫妇俩，疫情期间儿子去世了，现在儿媳妇带着孩子在这儿，距离不远，大家互相照应。这里产生了很多的矛盾，可是呢老太太英语也不会，普通话也不会，你像我们跟她说话都听不懂，她说话我们也听不懂，那天天就不出屋，原来儿子还能照应，现在儿子不在，儿媳妇过来看看，那肯定生活是不方便的，你又不会开车又不会语言，那你怎么生存在这儿？在这�儿政府给的养老金就小3000块钱，老头老太太的房子是自己买的，所以他也不用什么开销啊，你想这岁数吃也吃不了多少所以这钱是有富裕的，而且呢国内他还有退休金。那我说你要这样你就回去就完了吗，他说已经回不去了，适应不了了还有一个老太太儿女都不在，都在美国工作，因为我们这是边境城市，政府的廉价房就是 apartment 很多有一居室的，有两居室的，你要夫妇俩给你可以申请两居室，如果一个人呢申请一居室，在湖边上啊，在这个附近当趟的附近当然很简单，就是咱们中国叫筒子楼，一上楼梯是两边，这边左边也是房子，右边也是房子，这种情况呢给专门是给老人的嘛他就可能就收个就个300-400块钱加币，可能现在多一点，原来就300-400块钱，那你要政府拿的他给他1000多，他就是生活其他还有富裕呢，有的时候还补贴给孩子，但是呢他的小孩都在美国工作，休假的时候过来看看，如果他病的实在不行了或者是走不动，那就想上养老院，基本是这样。但是这样的有的人也回去了，我遇到两个人最后夫妇俩就都回去了，当时80多岁他觉得回去可以，但是大部分人都留在这儿。
这我说的是细水长流，是每年发生的事儿，而不是就最近这一两年，是因为疫情以后，现在物价啊涨了，生活困难了，利息高了，这些问题回流，不是这个，不是因为啊他在这生存不下去了。当然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，这样人相对说少，相对说少，对于四五十岁、五六十岁以上的人，这种人少。因为如果你要达到退休年龄，你还是没有生活保证的话，那一般的情况下申请政府的救济了，政府给你这个廉价房啊，你申请这个。当然现在是人越来越多啊，这个小土豆这政府呢，他把这个现在这个市场搞得非常非常混乱，所以造成了现在整个的不管物价也好，人口也好，所有的这个是秩序他都给弄乱了。很多人现在不是都要求让他下来。加拿大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国家，他不管人文啊、地理啊、资源啊、经济啊都是非常好的，但是现在弄得不伦不类。哎，很多人都说现在他面临的完第三世界国家靠拢的当然这有点夸张，你不努力的把这个国家搞好自然就会走。今天呢咱们主要是讲的这个年龄大的回流，只要是在这儿，比如说移民十来年了、二十来年的这些人，我没有听说一个要回流的。他的生活非常稳定，房子、家庭、孩子、工作、收入都非常稳定，他为什么要动？动肯定都有一定的原因，动大部分都是年长者。像刚才我说了，这边也拿福利，那边也拿福利，这些人他当然他回去也没问题。说实在的，你回去肯定有回去的难处，你有适应有不适应的地方。最简单最简单的，比如说在这儿，夏天最多35-6度，偶尔的上个37-8度都很少，35-6度、34-4度那就是算高温了。对于温莎来说啊，这就算高温了，而且也有就是两三天、三四天，比如今天吧，我们这儿也就31、32，这就算热了。33，明天33，体温是35、36，一般这儿都按体温，温度是32，但实际上体温就35-6，就是感觉啊，热就是这样，这都算酷暑了。可是你回去北京，大家知道1到40度，说一弄俩星期、仨星期甚至一个月，这是我都在北京经历过，真的是挺恐怖的。那你要是夏天你回去，你肯定受不了，那不可能老在空调里房间里待着。大家可以自己判断，现在网上流传的这些讨论争论的这些话题大家就清楚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帮我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、转发，咱们下期见。